真的不要再问我纳维莱特是不是移民了，现在抽了172抽，还只是林嘉玲的纳维莱特，距离上一个金已经垫了51抽了，能不能出移民就看今晚的爆杆了。顺便也来解答下原神萌新刚入坑抽了纳维莱特该怎么配对该怎么玩。昨天的视频开头已经介绍了开荒阶段的纳维莱特的出装，感兴趣的可以看上一条视频。灵命的纳维莱特配对建议混四队，同时根据这个卡池的四星陪跑作为参考。那么可以纳维莱特加菲谢尔加林尼特加迪奥娜的组合，有盾有后台反应，非常适合灵命的纳维莱特。当然菲谢尔也可以换成香林，林尼特也可以换成其他的风系，盾的位置有中离就更好了。一命以上的纳维莱特就可以组双水的阵容来提高生命值，让纳维莱特的伤害更高。萌新没有其他的水系角色，可以搭配芭芭拉行秋进行组合，芭芭拉两命可以加水伤，行秋两命可以减水抗，这两个都是可以用于过渡的，后续抽了水神更换即可。一命的配对可以是纳维莱特、芭芭拉或者行秋加菲谢尔加林尼特。输出的手法也很简单，纳维莱特战绩起手，剩下的队友有战绩的开战绩，有大招的开大招，然后切纳维莱特战场输出即可。里面的纳维莱特我已经教会你们了哈，但很快我就用不上了，因为今天我的水龙王就要移民了。阿伟 4.1 林克速通深渊挑战第七天启动， OK 上线领5个粉球，做完可莉的炸鱼活动还有每日必做的任务，马上就可以实抽了。今天的第一个实抽运气会怎么样呢？没有出金，一个飞蟹耳。那么接着干雷神的传说2、星海传说，这几个传说都会卡肩章的任务，可以优先的做了，然后继续干封单。前期原石最快的获取途径就是打深渊，八层以前的深渊一层就给300原石，就是不会刷新，属于是拿了就没有了的资源。今天第二个实抽，这已经是71抽了，该出金了吧。啊不是，还不来，还有这个黑妹是啥意思？老米你是嫌弃我还不够黑吗？坏消息是还没有出金，好消息是还有机会，继续继续。经过了韦师傅的两个半小时的爆杆，终于又攒了个十抽，这下81抽了，不可能还不出金吧。来了来了来了，72 73 74，哇，一命拿下，好好好，这个号终于不歪了。那接下来只要攒原石抽莱欧实力组二队，这期深渊两队就成型了。纳维莱特一命到手，今天也可以安心结束了。下一个目标冲刺45期，刷取剩一物。 OK 我们明天见。